都有床戏，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是不是？好像伟宁有一场，然后柯震东你一百，你是几场？你老手了，没有没有，我有你也有一场，一场吧，你也有一场。那徐伟宁的角色哦，这一次也有很多突破。你好像把头发剪得非常非常的短，然后还画了很浓的烟熏妆，并且有背部全裸。请问这三件事情也是同时发生的吗？就是一边全裸一边画烟熏妆，一边剪头发。哇，那很疯狂哎！你的角色怎么有这样的突破呢？这个太想看了，好好跟我们宣传一下，拜托。就是好忙啊！对啊，你角色我们也太忙了吧？我们太忙了。我很期待等一下他们的是不是也是一气呵成？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你们比较有挑战性。OK OK， 让你那么感动吗？还是因为你又刷爆了哪一张卡呢？上万都是，好玩嘛！我知道 OK 啊，这样名品可以下标啊。就是因为演员有些是你知道，源自自己的现实生活。把这情绪带到角色，没有没有没有，观众不知道就好了。不是，好好好，不没有没有，那个对啊，没有那个是真的。你要先讲刷爆卡的事情。我没有爆，没有爆，还没爆，没有爆，还没爆。OK OK， 还在。Okay, 那个，那是哪一个包比较贵？没有。外人的评价上面，像我也有时候是会这样，比如说去便利商店的时候，我都会拿那个商品，对不对？比如说面包什么的、啊、我都会去拿后面最后一个，因为通常那个的保存期限比较久，对不对？你们会做这种事情吗？会也会啊，会啊，也会啊，这个大家都会啊，会啊，你们真的不够善良啊！对啊，去拿，对不对？就拿了以后发现说，哎，回家之后才发现说，哎，这怎么今天就要到期了？原来上一个人。就是把最前面那个摆到最后一个，看到没有？是不是要小心要注意啊？好多碟中碟。对呀、啊，是不是太好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这一部好戏。好，传哦，不够善良的我们这一部好剧。OK， 好，其中呢，其实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非常好看啊，但是第五集哦，那是好看中的好看，因为有一场戏有一个超级亮点。啊，那个阿 Ken 有去客串啊，那个戏好精彩啊，好看。下一个，好 ，OK， 大家可以摆出一个不够善良我们的表情吗？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对，挡，不够善良啊，对啊，对，直接把你们挡死哎、欸！我不止抽烟摔车门，我还挡脸，哎、欸。好、哦、看看跟中途啊是不是哎好那比好比一个互相对对方挥拳的动作来嘿可以愿意配合我们就拍啊来哦可以啊不能较劲的感觉来正前方好哎真的哇那个气势有没有哦、好了，右边，我把保存期限最久的面包给你。哦，不是，感觉好不好？这来媒体可以下标什么假面闺蜜什么的，不是，剧要这样的宣传嘛？要宣传，重点不是下，重点是大家吸引大家，然后大家来看这个剧，对不对？我的大前方好戏，哎，对，你看我一定做得多好呢。